到那里了，是不是也憋得可难受，就会嘴巴发紫难受。他也是一样，如果他喝奶呛到了，然后他也会嘴巴发紫，然后还有他吸的羊水，如果一不小心给他就是没有吐出来呛到了也会。所以为什么拍他就是抱着小宝宝，就是就是让他就是如果他呛到了就这样顺时的让宝宝侧过来，就这样给他拍一拍，吃完奶之后抱他一会儿再给他拍一个，就这样给你给他吃奶的。一说你长得好看给你爸开心的，一说你双眼皮你爸更笑了，是不是？他双眼皮可双了，一说你这富山脸面，穿上衣服一会儿给你们看看啊。宝宝出生都是干啥他爸怪了解了呀，出生都是给他先擦干净啊，穿上衣服，戴上小帽子，戴上尿不湿，然后给他检查一下外观，五个小手指是不是分开的，一二三四五乖。哎呦看你的拳头抓的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松一松哎，他这会儿眼睛真大，你看他这俩拳头跟你对抗。我不让你松开的时候你非要松开呗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好嘞，小耳朵这边外观都没啥啊，然后给他量量身高头围胸围，给宝宝打一针维生素 K1 啊。他打维生素 K1， 因为宝宝你不是顺产吗，从你产道里面挤压出来，预防宝宝颅内出血吗？量量身高吧，你老爸等着看你身高多少呢，一般他都在五十左右，他就是五十一啊，一般都在五十左右小宝宝的身高。给他戴上小帽子给你看看吧，来吧，穿上衣服戴上帽子，你妈给你准备的这么好看呢，去见你妈妈吧，走吧。小针呢？小脚丫是不是？然后给它盖一下。哎呦，小脸给你阿姨露出来，给你按个脚印也是脱了的，按个脚印没打你。哎呦，还不费事，好听这样。对，不配合我。你看人家嘴都又歪了，又漂亮了。生了是个女宝宝，3630克啊，20:58生了啊。给宝宝手上脚上给他戴个腕带啊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代表他的身份证，在住院期间可不能给他去掉，因为宝宝第二天是要去洗澡的。这个就是他身份证，到时候要识别这是你家宝宝不是啊。给你带个身份证你也哭呗，打个针你也哭。哎呦，再激动没事，再激动没事。男孩儿哈，抱好，抱好哈。他爸爸不太好，得喂一顿，你知道不？那里。上去喂是吗？刚才都抱了。他什么症状出的？吃了他爸爸担心，至少得要小孩的妈妈。不要担心，没事啊。感觉到不容易是吧？
没事。辛苦你了，医生。没事。我给他说，我说加大胆量去啊。我说让我不给你给你这么多，还帮我切了个囊肿。小女孩10:10生了，时间不够长，9:08，10:10，十全十美。嗯，那就9:08哈。嗯。